叫你玩坦就对了，不然你可以开麦说，我不会玩坦克哎、欸。不喜欢玩坦克，坦克好无聊哦。不要，我要玩老衲。我有换到吗？有，有我他们一个，他说哇，最后一刻再换角，直接 bait，他们家一定很火。不过、啊、你那只走边线应该还好。一个人走我反而自在啊。真的吗？那吕布对走哪啊。里？管他要走哪，我管他要走哪，轻 松自其实在啊。还好啦，我觉得角色只要选有用的，其实都还好。不要阿兹卡就好。不要阿兹卡就好了，阿兹卡才太可怕了。普渡大会开始。笑死！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你看他无眼了，他就想说敌军出击，不是来个坦克吗？直接变成老衲。这只稳，哦，开麦好了。这只稳的啦，你相信？相信相信。能听到吗？有点断呢、我手。而且听起来很可怕。请求集合。反正就是一个生气气而已，没关系啦，玩得好比较重要，游戏表现大于一切。敌人消失。绝不放弃，至死方我法坦休。呢、啊？奇怪，我都走法坦呢、欸。在他们心中，就是只有景克里希跟纳克罗斯三个角色而已，他们才不管其他角色长什么样子。胜利者从不相信机遇。觉得我好像李信哦。我是铁的灵哈哈哈哈，被发现了。哦，认得了，认得了。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地拒绝。你要小心对方刀锋。哎呦，刚说是不是就要岔掉了？放弃，我来抓人。对方中路死了，对方中路死了。啊？他中路死了，他中路死了。他们下半部状况怎么样啊？下半部就吕布啊，我是走上的，我不知道。就吕布跟吕布还能怎么样？哇，他这个瞬移！哇，天哪、啊！哦，他蛮猛的、欸。他直接强行顺到草丛里面照我的视野，不然我应该跑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紧拿头好过于刀锋。我正悄悄的到来。我怎么觉得都很惨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就紧拿头，他没办法在野区抓我、啊，但刀锋可以。我的球一直打不出去。我在吃那个喽，我喽。可以过去吗？绝不放弃。哦，他们三个在下。没关系。哦、我觉得他要变身了呢。悄悄的，就是上面要打起来啦！我来抓人，我来抓人。我来抓人喽！那我们现在先是往前的。我蹲刀锋，蹲刀锋。刀锋倒了，刀锋倒了。这是我就是觉得刀锋没有拿到头是最好的。
我可以一直杀他，我觉得超棒的。胜利者从不相信。哎，这样都可以歪。我上路线没人哦，你回来一个了。我们在拆中塔了，我们在拆中塔了。但是那个克莱斯可能过去了，他蛮重的。我差点死，吓死我了。我想要拿这个，你都拿了吗？应该轮不到我。我怕他不给你耶，他说都不玩坦的，你还想拿蓝？你要开麦啊？我觉得开麦也没有用了吧？开麦也没有用了，完蛋了。我害他们都上去了，你们小心。我在这边孤独终老了。来来来，打架打架打架！我刀锋收掉了。Okay. 有要赢了，要赢了！我直接飞过头哎、欸！你要不要去走？感觉上路应该没事了。从不相信机遇。至死方休。哎呦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！我不跟了，我不跟团了。请求集合。克里奇快倒了，但是井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不行不行，我要倒了，这么惨。来吗？像我在买装啊，我在买装。哎，不要这样，我在买装。怎么？你被抓是不是？我买的很忘我，我在草丛里面买装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直接载你一层。不是，刚刚他刚刚跟我在草丛里面相遇大概两三秒吧，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红红的，我看一下，他是刀锋，雷包。嗨，神师。好，哦，我们吃到了。那个音符要怎么打？我没有办法打出。我要抓那只蝴蝶。我锁好友，你等我。我让他点冲，他丢完再一下补攻大绝。啊！哦，我被塔杀了，我被塔杀掉，还好还好，他连普攻都没有 A 到我哎，哎呦，那个吕布硬要抢头啊，他连普攻都没有 A 到，我是被塔杀死的。小葵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游戏被塔杀死算对方的击杀吗？当然不算啊。就是塔，好感谢兄弟，LPG 啊，一二三，八个月，我只会狠狠的拒绝，我开了八个月，
来超度人喽！哇哇哇！不能！看我！你会死吗？我在想。会。你想一想，让你想。会。让你想一下。因为我想说看看克莱斯，结果发现他没有那么气，我想说那应该还好，就发现哦，看不在旁边，我好像有被斩到。对吧？有时候你要相信那克罗斯这角色，因为我有留招拉掉。灵魂真蠢蠢欲动。求一座塔，缺钱。I will be back. You have been defeated.膨胀。请求集合。不是吃肉。吃个吃个。我想要 CDR。请求集合。吃肉有 CDR。啊、为什么吃肉有 CDR？死方休。哎，你以后我要不要接 first 啊？我觉得 Skype 都断断续续。哦，好啊，因为我很少用那个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蛮占流量的。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就有时候会听不到声音。简单讲就是比较烂嘛。哎，对，丢。对，我们估计是再也接不到 Skype 的工商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Double tap. 开始撤退。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可以推中，我只会狠狠的拒绝。哎呦，千里兵线。我要出攻击了。我一个出车祸。没事没事，膨胀。对，这自然膨胀了。抱歉，我一个膨到最胀。哎呦，好痛哦！彭于晏的彭。他好像要送光了。不会吧，我一个彭上杀，跟着彭。哇！吕布，倔强的异能者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 in game。我一直很想要尝试打极限的操作。不要这样。但是看起来是不太行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认真了。不要拆穿我。请求集合。我龙的 bug 改掉了，还没啊？干！追到吗？追到了耶！我去杀刀锋，好。他们少一个算一个。为什么？我技能自己乱丢哎！死方休！请求集合。快！在干嘛？我在忙碌中。不用啊，你不用过来。要过去啊，扣美，我要偷懒。你要偷懒是不是？我要吃他那个。好。了解。你有拿到你的蓝吗？真纯纯。请求集合。笑死我了！现在那克罗斯开始打，对啊，现在那克罗斯都打团，但我现在买的装备只适合分队。
向我祈求怜悯的人，我只会狠狠地拒绝。痛哦！他们打我两下，我就要倒了。阿峰想要切进去，好重，是谁？我觉得不太行欸，他们只死了一个克里希不太行，我要去分推了。等他们开战之后，我要切进去，我要开球了。你要开球了？对啊。上面上面。我想要的会战。哎呦！他打不死我啊，刀锋。他打拆塔，有 nice， 阿坦吸血杖建议出吗？我没有要买吸血杖啊，我刚刚是想要买那个反甲，可是我想要清清哦，我一次加两颗星星欸，连胜的关系吗？对啊，那个勇者积分25级了，又可以塞一个，又可以塞一个奥义了。哦，对哈，重点是奥义。嗯，重点是奥义。但我忘了。哇，我有英雄体验卡哎！是我缺英雄？应该没有吧？体验个屁啊！嗯，